只要一踏入政治圈，到时候跟你太太的关系，与其说是夫妻，其实比较像合伙人。我并不是会被你们的贪念摆布的人。我们夫妻的问题，要和好还是分开，都由我做主。你脑海里的金慧晶，是因为那场意外替你顶罪的女人，以为那是爱情生活了15年的女人。你有哪一次先考虑到我吗？那徐中原，他不一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 ，BioEssence 碧欧斯傲骨贤妻。